哎，看技能，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站不动了，站不动可以坐。来，弟弟，坐，真假的？啊，不是前面，真假的？这作为队员，这都是应该的。OK， 好，我们有请下一位。郑恺这么热心肠，确定回家不会被苗苗加法伺候吗？当然不会了，因为对方是白鹿啊，妥妥的女汉子一枚。 在新一季综艺《奔跑吧兄弟》里，白鹿作为常驻女嘉宾，给节目带来了新的看点。最大的亮点是，与明星白鹿从一个窈窕淑女秒变成为豪迈大姐，凭借着自身爽朗的性格跟兄弟团们打成一团。其实，在摄影师多角度运转以及灯光师的加持下，白鹿出现在兄弟团中，真的是万花丛中一点红。妥妥的十一本仪，这美好的一幕，直到白鹿突然豪迈的一声嗓音传来。 瞬间就戛然而止。原来白鹿站了一天有些乏了，忍不住发出了打工人无奈的叹息。旁边的郑恺见状，连忙架出自己的大腿，请白鹿就坐。但白鹿对凯哥的善意还是有点淑女的矜持。